来到了玉果梁，是一种凄凉、荒凉，没有任何希望。村子里就剩下这些留守老人，怎么样带他们来什么呢？脱贫，更别说致富了。只做两行瑜伽，身体挺好，手的毛病也不止少了。原来谁都不知道玉果梁在哪儿，如果呢因为练瑜伽而被大家呢关注了，我们的农产品不就可以卖了吗？大家展示一下，准备准备。俺叫周志梅，今年74了。张志梅，大家呢都叫她三姐。玉果梁一家老太，阿姨呢77岁了，练了快5年了。这是我们支收，这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年轻人，大家好，我叫周黑，今年62岁。瑜伽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农村老人练瑜伽还是个新鲜事儿。这个形象啊，就是这个头巾，在那个电影第67分钟左右的时候，就是这个张永宽的大婶。这里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玉狗梁村，村里的老人练瑜伽不仅吸引了许多网友的关注，还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重视。2017年，玉狗梁村被国家体育总局称为中国瑜伽第一村。中国瑜伽第一村这个称呼啊，给了以后一下就在网上就火了。为什么村里的老人都流行练瑜伽？这要从村里来了一位扶贫书记说起。2016年，脱贫攻坚战打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党支部书记卢文镇来到玉狗梁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了玉狗梁，入户走访的时候，那是激情四射。刚来到玉狗梁村时，卢文镇制定了一系列的宏伟计划，其中最先要解决的就是村里的吃水和灌溉。然而经过一番努力，井虽然打好了，但受限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出水量只能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这个精准扶贫任务？真的是想不出办法。此刻卢文镇开始感受到带领玉狗梁村脱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村里的妇女们大多勤劳踏实，心思灵巧，能不能拉一些手工艺品的订单，让妇女们在家打工呢？他发动自己的关系，很快找到了相关的手工艺品项目。但是妇女们看到订单上要求的手工艺品的制作标准时，纷纷打了退堂鼓。后来妇女们说，要是签个合同肯定这个就完不成任务，这个不敢签。尽管又一次受挫，卢文镇依然没有放弃。他又想到了一条出路，把村里种植的土豆销出去。于是卢文镇广泛发动自己的同事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大力推广玉狗梁土豆。这咱们玉狗梁啊独有的这个冻土豆，真是这个在别的地方还真没吃过，还真没见过。
傻泼泼的呢，也要凑了个再大，这酒可好喝了酒。我们在朋友圈卖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买，但是呢，物流特别不方便，因为土豆呢，买不能买太多了，买太。生活吧，生活啥活都做的。哎呀，我也做着看。哎呦喂！我淘气，我你做了不接。哎呀，我上去坐不住啊！哎呀，我行，我上炕坐坐我们那个炕。哎呦喂！咋？盘腿坐啊？哎呀，坐着你看那难受啊！这个，咱平时就这样在炕上坐着吗？就是这么坐的。哎呀，我就在这坐不住，这个腿不行。你盘不回来吧？盘不回来。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咱们一口粮家家户户都还保留着咱们传统的火炕。上炕呢，你就得呀盘着腿坐。但是我在当时啊膝盖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平时呢都坐椅子坐沙发习惯了，在炕上啊可以说这个腿啊窝不过来。但是我看，哎，人家在这稳稳当当的坐的，而且腰杆还挺直。就这样一个细节。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就想出什么，这个城市里那个瑜伽。但是呢，我们卢文镇突发奇想，能不能带领这些擅长盘腿的村民一起练瑜伽？如果被媒体报道了，或许村子就能有知名度了。农民练瑜伽，老人练瑜伽，肯定能够什么引起这个大家的关注。原来谁都不知道一狗粮，这个在哪儿。如果呢，因为练瑜伽而被大家呢，就是说关注了，那么我们的农产品不就可以卖了吗？所以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尝试一下。你看，咱们现在都是老人，身体不好，城市里有一个这样健身的活动，就专门锻炼身体的，叫瑜伽。卢文镇跟村民说了自己的计划，却遭到了大家的质疑。在村民看来，这个第一书记满脑袋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每个想法似乎都不怎么靠谱。靠健身运动去推广农产品，这听都没听说过。那些老书记来了，自个来了练瑜伽，他是来这练个身体小木有嘛？不行，老年人练瑜伽吧，练的就是不生难受了，不生去医院了，不花钱，他也省下是钱。练下来了就练，练着我也没去。我说，这咱们说吃也和吃不好了，这练瑜伽能练好？我说也不去。扶贫扶贫，应该说是个给点钱了，或者是这主要是项目。村民们不理解卢文镇的想法，也不再听他的解释，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一起练瑜伽。为了吸引大家呢，我给大家又买了几十副手套。谁来我就给大家发一副手套，还给大家买了这个100个瑜伽垫，免费发给大家。卢文镇想趁此机会再次吸引村民们一起参加瑜伽活动，然而让他尴尬的是，大家领完瑜伽垫就都回家了。村民普遍认为，虽然练瑜伽是胡闹，但免费的垫子还是比较实用的，可以拿回家铺在地上，躺在瑜伽垫上晒晒太阳。卢文镇发现，想要改变村民的想法，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了说服村民，卢文镇找来村干部，挨家挨户去做村民的工作。因为这些留守老人呢，有很多的连字儿都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让这些老人接收这种新鲜事物的时候呢，确实是，你就得想一些办法什么的，就像哄小孩一样。经不起卢文镇和村干部的软磨硬泡，部分村民抹不开面子，一起来到村委会练瑜伽。就这样，不到十人的瑜伽队就算正式成立了。瑜伽老师不好请，卢文镇就自己教。卢文镇大学主修钢琴专业，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系，于是他发挥自己的专长，先从基本的调整气息教起。歌唱养生的发声方式，第一个最基础的就是发呜，就是一口气瞪大眼睛，然后呢眉毛挑起来，然后目的是为了让嘴里边呢扩大这个共鸣，是震动的五脏六腑。看到了以后呢，没见过，而且就好像我感觉是唱戏里边那种升堂一样，所以大家就什么呢，就笑。后来呢，我就发现大家能够被大家逗笑，那么这一个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些老人呢很长时间都没有笑过。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呢，如果我们能够笑起来，那么呢肯定心情好了以后身体肯定会更好。大家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来看热闹的村民也越来越多。于是卢文镇趁热打铁，带更多的村民一起练习。同时卢文镇还对瑜伽动作进行了一些简化和改良，循序渐进。哦，不用再往前一点。对，就这样。好，看他这样手指尖这使上劲就可以了。卢文镇还经常去村民家走访，观察他们的生活，不断启发村民将瑜伽融入到生活中。烧火做饭、打扫院落、割草锄地、井边取水等等，在玉狗梁村，瑜伽可以无处不在。那么呢，我还根据上老百姓家里边面喂猪，就是阿姨大婶呢喂猪的时候，那个叫猪的时候乐乐乐乐乐那个，哎，把它也当作什么的一种锻炼这个呼吸的这种情况，就是。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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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这过程大家也觉得也很好玩，也很好笑。更主要的是，大家都通过这种方式呢，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慢慢后来呢，就是积极性是越来越高。那么崔爷爷就有效果了。每天晚上7:30直播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呢，在线收看人次就10几万人，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来这个村里采访报道。张家口的张北县呢，有一个村子叫做玉狗梁村，它的名字很特别，叫玉狗梁。60岁的大妈能投手倒立，70岁的大爷健步如风。过瑜伽第一村的是走进玉狗梁。村里的瑜伽队还被邀请到各地去表演。玉狗梁村在网络上越来越火，
这些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被网友们称为最美乡村渔家老人。那么呢，通过媒体的报道，咱们玉狗梁也有了这个知名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思考什么产业的扶贫。也彻底激发起来，你看村里的现在这个凝聚力啊特别强。2020年9月，玉狗梁村最后一户贫困户如期实现脱贫摘帽，昔日里那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庄如今充满了生机。